过年回不去了啊。阿八子，今天过年不回去了啊。妈，今天也回不去了。那眼泪汪汪的也就说不能回去，真就不能回去。你都这怎么不舒服呢？我这流开了，还喘呢。你喝点金过银，跟这个孟老师的。我叫宋航，今年36岁，今年在北京过年，坚守岗位。不想家是假的，但是一旦到工作岗位了以后，就忘了，就忘了今天是过节了。看完了以后，他们很满意的走了，我很欣慰。很高兴。2021年，我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，让生活恢复到正常的那种状态。一会儿家里做那么多好吃的，你怎么还买鸡腿呢？家里边。我叫栾凯元，今年45岁。今年不能回家过年了，然后像我们这种便利店应该给大家提供更方便的服务，也更需要我们吧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嘛，大家肯定都很希望回家团圆。虽然有点小小的遗憾，但是就是说，就是工作中也是发挥出自己的价值了吧。先停了吧，一会儿再说。我也特别想家。这往东北老家吧，都包酸菜馅饺子。我叫杨青芝，我是一个医院的护工，聘请到家里来护理两位老人。在外打工真的不容易，真的很难很难。想家呗，想老爸爸，想孙子，想儿子，真是。昨天晚上我回去没睡觉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这是。真是人之常情嘛，但是我是干这行的，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嘛，我必须得负这个责任。我不能说扔下了人我就回家，那是不行的，这是干一行得爱一行嘛，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一份爱心，有责任吧，这我就觉得是我的责任。妈，我几年都不回去过年了。妈，今年我不能回家过年了。阿爸子，今天过年不回去了啊。我就现在正在值着班呢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你好好的过年。您自己在家注意身体。我挺好的，在闺女在北京。你在家辛苦了，妈很想你。好，其他的就不讲了，要上班今天。对。